请问皈依证可随着亡者入土吗？如果这个皈依证上没有印上佛像，可以。如果印上佛像呢，就不可以。实在讲呢，这个先人的皈依证，这个儿孙呢留下来也是最好的纪念。如果儿孙也学佛，可以把它供养在这个佛像的旁边。这是孝亲孝子常常念叨这个过去的父母，把自己修集的功德回向给他，也常常提醒自己断恶修善。